开局 AB 拿下六分，杨敬敏在底线接球之后直接一个翻身跳投转移到底线，正如碰到协防啊，布朗的救架球掉还是失误了哈。对，国王队一个好的快攻机会、阿敏两分轻松，蛮真的很辛苦、啊、对，除了不能回家还担心家人的安危。杨敬敏的切入 N1， 阿敏说到阿燕呢，当时从领航员在上上周他重摔在地的时候，他的手腕呢也有一些伤势了，所以上周他两场比赛都没上。阿敏的三分外线一大步距离送上遥远点，矮个子跑都跑得要死。 Liggins 台燕里面有点拥挤，这个球可惜了哈，一个快攻机会就球没有处理好、还是交给阿敏，走五次了，已经快要追平他场均六点三次，反而没有 好的结果。杨敬敏已经到禁区了，两分轻松的拖进，两个转移到 Liggins 这边，在切入的是阿敏，好球，漂亮一个。第六次的话，那被禁赛的话，对工程师来讲会影响很大。对，那现在工程师又要想争排名了，所以的确比较尴尬。哇，阿敏，这个是。虽然没有吕正如的三十八分钟来得高，但是效率值是非。最后一线留一个布朗，因为对方没有高个子，所以好球，好球，凯杰这球给到阿敏。